箴言第三十一章第十节，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所以现在你会看到普遍教会管不管教基督徒？不管教的，他不会制造这种痛的，他不会改变你，他不会纠正你。一生你献一次就可以了，痛一次就可以了，因为我怕我痛第二次你走，我教第二次你走，我管教你就走。一般教会直接没有门徒训练的，因为为什么？一训练门徒一犯罪，那门徒隐形啊，突然间隐形啊，然后觉得搞错了，你标准太高啊，咁嘅，直成系嗰啲人傻嘅，直成系对信仰，直成系到咁嘅阶段，因为始终都系香港，香港人就系咁衰噶，因为佢要跌倒咧，大把香港人教坏佢，系咪？但系佢要学好咧，香港其实而家只得石安嘅啫，其他嗰啲如果以听我讲到而家嘅话，我相信大家真系你心中雪亮嘅话，你知道我从来喺呢度唔系讲紧大话噶。我是讲紧事实的，我是解紧一个咧根本咧，大家都知道在圣经里面的真正事实。而而家如果听我讲的呢一啲基督徒，或者甚至好多信咗主好多年的基督徒，或者甚至牧师，佢知道我讲的是真的，不过佢会死啊！佢为咗唔做呢样嘢，唔面对呢个痛，佢要落地狱啊！佢都制咯。而家听我讲呢啲信息，如果唔知道呢点嘅牧师，根本已经即刻就唔可以做牧师。明明他即刻就不可以做，因为为什么连这些他还说自己是牧师？牧师能够识的应该是个大祭司的，是不是？但问题你看看他做回一个很 prophetic 的戏剧性，其实以色列的巅峰与跌倒其实是一个预言来的，是告诉你今时今日教会去到主回来的时候，主第二次回来，他第一次回来的时候，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在耶路撒冷做这个活剧？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他一定要去到耶路撒冷，因为在那里就是那只无罪羔羊年年献祭的地方。但是问题呢，他们拿着这个信仰已经将羔羊的信仰变成一个怕痛怕献祭，不要说香料，千万不要说香料，他们连祭都不断是不祭，是不是？他们不肯痛，他们不肯浪费，他们不肯做，平信徒不肯做，祭司不肯做。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在殿里面赶走这些牛羊鸽子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那些不是活祭来的，那些已经汤好了，那些导致到平民百姓呢是不需要做这件事。但是更疯狂啊，为什么一定牛羊鸽子和兑换银钱的呢？因为主耶稣是特意讲明一件的信息给你听，他当时做是做一个极之刁钻和夸张的，可以说好像越州飞弹一样告诉你一个事实，就是什么呢？因为呢这个步骤呢最大得益的人就是真的在古实啊，在很远方啊，甚至去了中国那里啊的犹太人。因为有些呢他可能世代都是一个奴隶卖了他啦，但后来慢慢赚到钱，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全世界都慢慢好懂得赚钱的嘛，他变成有钱人，他一年三次来一定会来这里去守节的嘛，一定的。即是我们看到新约教会的时候，逾节的时候就讲这件事实嘛，普天下的犹太人都来了。但问题普天下的犹太人，你怎样带着牛在古实来？OK， 我就算你有本事带到搭船搭乘，咁你只牛有机会晕船死喎，於是乎你点样啊？你咪带啲士啤啦。你知唔知所以变咗对于喺咁远方嚟嘅人嚟讲呢，係非常非常非常之麻烦嘅，极之麻烦嘅。而但係问题，於是乎呢佢哋宁愿呢就唔带牛羊嚟，佢带钱嚟。咁嚟到圣殿佢兑换咗钱之后，就将啲钱去买牛死咗嘅牛羊鸽子。咁大家一天光晒，大家都开心。基督徒可以付出最少，而唔需要痛，唔需要麻烦。祭司又唔需要佢再检定啲牛羊，佢喺呢个祭坛面前递过嚟啦。呢只死嘅牛啊，呢只死嘅羊啊，呢一只嘅左比嘅牛啊，左比嘅羊啊，神要佢哋一只鸽子、一只羊或者一只牛，并且系活祭嘅摆喺坛上。但系问题咧，而家咧两边都唔使麻烦啦，吓递过嚟啦，嘣掉落去。哇！佢成烧烤一样啊，最好热埋添啊，系咪？嗱咁嘅当时嘅信仰，主耶稣点解会咁做呢？我想你知道，今日啲牧师未有个耐去知啦，佢直成都完全唔知啊，佢懒得去知，佢懒得去知啊，根本边有时间睇圣经啫，系咪？但呢啲系圣经里面最基本，任何一个侍奉者一早应该知嘅，所以变咗我早年去分享祭物嘅时候咧，赞美嘅时候咧，就有对比过啦。咁而家系更加一个即系叫总和方式，更加。整体俾你理解啦，咁所以而家好啦，我而家再讲翻啦，呢个岂不是反映翻主耶稣基督？主耶稣第一次嚟嘅就系咁，话俾我哋听咧，
其实由远至近的以色列人已经变成这样了。但主耶稣第二次来，岂不是教会出了淫妇咯？咪一样，而家今时咁嘅教会，如果以我而家讲嘅标准，仲唔系淫妇？富嘅付出最少，享受嘅最多，甚至咧作到只歌都要走出去卖钱，系咪？因为佢觉得唔卖钱好浪费啊嘛，系咪？佢觉得喺神嘅面前唔应该蚀底噶嘛，系咪？啊，唔应该将啲祭物献咗之后变灰噶嘛，系咪？咁我咪徒劳无功，系咪？我话爱主啊，但系爱主嘅时候，我将一条命献上，但系佢唔俾翻十条命，我觉得你一定系邪教啦，嗰啲咁样噶嘛。咁所以而家你要睇到主耶稣再次翻嚟啦，第二次翻嚟啦。但系今时今日，你睇下教会系咩光景？你睇而家咩光景？而家搬教会又借钱建堂啦。佢根本牧师够唔够胆喺会众面前制造呢种痛啊？够唔够胆叫会众去献祭啊？吓，因为其实献祭就系不断燃点唔同嘅方向嘛。就如我所讲啦，嗰朵火喺边度嚟噶？嗰朵火喺金灯台嗰度嚟。每个时代当中咧，马丁路德佢个方向咧系带嚟痛噶，带嚟付出噶。浸信会啊，循道卫理公会啊，宣道会，但系问题咧，嗰朵火点咗一次，烧咗就算啦。OK， 佢哋冇再喺金灯台去再点下一个祭物，每一次下一个祭物都要喺金灯台借火噶。但系而家佢哋喺上一次嘅呢一个嘅已经烧尽晒噶啦，嗰个祭物当中咧，佢哋自己用燔火去点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祭。OK， 但系问题，佢只系将人哋烧完嘅灰咧，佢去循环再用，而唔系话真系再将自己嘅生命里边嘅呢一啲嘅损失、呢啲嘅付出、呢啲嘅参与去做。所以你睇到嗱，当然啦，喺出边一个初信嘅人，佢边识咁多嘢啊？系咪？但系问题，所以佢一信咗主，佢自己研发啊，自己研究一个新类型嘅信仰，我使乜翻教会啫？我坐喺度听入下讲咪得咯，我听嘅时候我秘密，你估唔似《倚天屠龙记》嘅呢个张无忌啊？我立埋喺度苦修呢个九阳神功同埋九阴真经，我咪天下无敌咯！我知识够多嘅时候咧，我翻到教会都可以耀武扬威啦，哈哈哈哈咁样。你睇到呢啲咁样，佢根本完全以自己嘅方法咧去发明一个新嘅信仰出嚟，但系完全都唔得嘅，冇用嘅垃圾嘅。因为点解？因为佢哋唔拍入去神嘅殿，佢哋一听第一刹那。已经自己的聪明觉得远远超过神，改善神的信仰嘛，是吗？没错了，以色列人用了1800年就是这样改善了神的信仰。箴言第31章第10节，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常思想起主的恩惠，最污的肮脏愿意洗，心中只想信靠上帝，一生不枉费，前尊一见永不会逝，全真心敬拜热诚无畏，心存无愧，常坚守当初的爱，立志不背誓，找紧上帝，纵有失缺限制，要坚持到底，尊卑富贫不计，未怕雨冷风凄，不管胜败交替，我这心血已情奉献香祭。